的旅游风潮日益兴盛，特别是在雪山隧道开通以后，宜兰更是许多国内外旅客首选的度假胜地，许多新的度假旅馆因而纷纷兴起，而其中就以2009年全新开幕落成的燕京顶级精品旅馆最受到大众的瞩目。燕京顶级精品旅馆为宜兰首座顶级度假精品旅馆，占地1500多坪，是耗资3亿打造的东台湾最顶级 villa 式度假旅馆。本馆重金礼聘国内知名室内设计团队规划，以奢华的建材打造而成，在独立隐秘的室内空间植入 villa spa 休闲概念，打入自然温暖的阳光，并栽种天然的植物造景，透过天井水幕等设计，感受清晰及乐活的力量。全馆共有34间不同主题的时尚精品套房，不但各自拥有不同的风格，并且拥有16到100坪的宽敞住宿空间，为度假时光添加自然惬意的愉悦气息。除了高品质的住宿环境外，本馆还结合顶级日式料理，提供全南洋唯一的握寿司料理专卖店，食材大部分来自北海道。透过5星级饭店师傅的创意料理手法，让旅馆的住客可以享受到创意日式的精致早餐，然后更可以用优惠的价格享受馆内不同的专案。用完晚餐之后，更可以来燕京尊荣俱乐部观赏整个南洋平原的高空美景，更可以聆听千万音响所播放出来的视听感动，品味燕京所带来的高品质体验。